它早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，也是首位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华人演员。再次欢迎成龙来到《金石大道》。欢迎成龙大哥，我们来真的很开心参加这个盛典，因为呢我自己领养了两只真的熊猫。哇，一个叫龙龙，一个叫虎虎。我自己也是熊猫大使，最近我在成都拍一部关于熊猫的电影，明年就会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你们喜欢，谢谢。